虽然现在的社会发达了，但是生活中却也充满了各种诈骗。有的人专心想办法骗老年人的钱，有的人专门骗妇女儿童的钱，而更有很大一部分的人看准了大学生的单纯，专门骗大学生的钱。小兵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农村家庭，因为家里面条件不是很好，所以他的母亲就时常告诉他，不吃馒头争口气，一定要有所成就。于是小兵在上学期间表现得非常努力，老天不负有心人，终于在去年高考的时候，小兵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学，这让他父母感到非常的开心。本身就是出生于一个农村家庭，所以他对外面的世界非常好奇。之前在上高中的时候，每次周末他都会和几个朋友约着出去游玩，有的时候他们还会去一些超市购物，总是对外面的世界产生好奇。于是在小兵上大学的时候来到了这所大城市，他并不感觉到陌生，反倒觉得对大城市非常的喜爱。他还是和往常一样，每到周末就会和同学一起出去购物，虽然身上的生活费并不是很多，但他每次出去都会买一些东西吃。以前在他上高中的时候，他的父母每个月都会给他打500块钱，他根本就花不完，甚至有的时候两个月都花不完这500块钱。可如今上了大学之后，他的父母觉得孩子一个人出门在外，花钱的地方比较多，而且一个月都回不来一次，所以他的父母每次都会给他打2000块钱过去。可是这2000块钱根本就不够小兵用，因为他每次出去都会买一些东西。我们都知道大城市的东西都比较昂贵，所以他很快的就会花完了，但又想着每次出去如果不花钱的话，朋友都会瞧不起自己。于是他就开始从网上寻找一些兼职，他想通过做兼职来挣一些外快，这样就能让自己有足够的零花钱。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的大学生他们都会去找一些兼职做，可是就在小兵寻找兼职的时候，他之前有一个与他好久不联系的朋友突然找到了他，并告诉他现在他在和几个朋友一起合开了一家公司，非常的赚钱，每天收入都是上几千，顿时让小兵听到后心里就非常的开心，心想这下终于可以赚到大钱了。于是他就打电话给他的父母，并且跟他父母撒谎说学校要2000块钱去买一些资料等等。起初他的父母觉得不相信，因为他儿子平常给他打电话的时候都是非常开心的，可是这次打电话他儿子说话都是结结巴巴的，这让他的父母顿时间起了疑心。有一天晚上，小兵的父母还和往常一样打开手机拨通他儿子的电话，正巧这时他儿子接了电话，于是在电话中他儿子就告诉他母亲，因为在学校表现出众得了500块钱的奖学金，并且他很快就会回家了。当他母亲一听说就觉得很稀奇，他才去学校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怎么会有奖学金呢？没办法，小兵的母亲就打了110。当警察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他就开始通过一些监控或者是走访的形式，终于查到了小兵所在的地点。当警方得知小兵进入了一个传销组织时，他的母亲顿时间就瘫倒在地，觉得自己的儿子毕竟是一个大学生，怎么会被传销所骗呢？当他们找到小兵的时候，起初小兵还不相信，且给警方说再过几天他们就可以领到工资了。于是没办法，警方就把他带回了警局，不断的在开导他。终于小兵脑子开窍了，才知道原来自己是真的被骗了。所以通过这件事情告诉我们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出门在外一定要多长个脑子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不要随意相信别人的话。